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徐薇薇，我来自四川成都，现在在赫姆赫兹慕尼黑科研中心从事的博士后的工作。我现在就职于糖尿病及再生科研所。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，我便开始了对糖尿病科研的工作。然后现在到德国之后，我继续着糖尿病的研究，为了发现新的治疗方法。我非常喜欢德国的科研的严谨性，而且在德国，我觉得在德国工作有更多的生活以及工作的平衡。我觉得德国和中国可以更加增强合作以及交流。我觉得两个国家都对科学研究有非常多的重视，所以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学习互相最好的科学政策，从而发展出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科研系统。我搬到德国就是为了多看看世界，然后我很喜欢德国的非常中心的位置，然后在疫情不是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在欧洲多转了一转。